阿丽，阿丽院长不原谅我，我这回死定了。该，你说子栋，你是不是傻？啊？阿丽，你太没良心了！我跟你说，我不是为了帮你摆脱失恋的困扰吗？不需要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不用你操心了啊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一切随缘。你相信缘分吗？对呀，如果你相信缘分的话，你可以像我这样，寻找缘分。我们来摇一摇，子栋，能不能成熟一点？缘分要靠自己摇才行。哎，我教你，我教你。我没摇过呢。那个，我教你打开微信啊，来点那个摇一摇，来，摇起来，跟着我的节奏。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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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摇了没？出来了，张大导演。是易谋哥吗？ 子栋，这头像怎么那么像你？阿丽呀，刚才呢，我给你做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示范，啊，这个不算缘分。子栋啊，你啥星座呀？阿丽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这么说我心里毛毛的。不是，我想知道咱俩八字合不合。 俩八字都没一撇，怎么能合呢？阿丽，失恋3.3天，缘分就在我身边，子栋。